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阿乐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阿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感谢上帝赏赐咱真美丽的天气吼，啊嘛赏赐咱真美丽的兄弟姊妹吼。所以咱伫开始要敬拜俄罗斯前，咱甲各位兄弟来握手，请安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感谢上帝吼，咱的人生就开始丰盛的人生，来信耶稣，再阿好，来信耶稣，再阿好，咱做伙来唱，咱方便的话，请大家徛咧，甲我做伙来敬拜，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，真正好。虽然人有心，世人人无
要来专心敬拜俄罗斯，求你收拾我一个敬拜心。我们的祈祷恳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
身体的艰苦，我都一时来克服，来得到完全。
因为我已经老了，因为我的肉体是衰坏，但是我的心跟上帝亲近，我的心是一天，心是一天，都有主你的恩典，每早起就是新的连到我，所以当我每一天打开我的眼睛，早起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要向主献上感恩，因为感谢主，如果我一天我就来敬拜主、阿罗主，我还有一天看见我的子女孙，看见到主你的祝福，妈妈给我中间，主安感谢你，你真正是疼我，就是你帮助我，互相来鼓励，互相来扶持，一同来行天路，我定义，我们因带我全家大大小小一路来行，祝你爱我行的道路，要来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我一天见主的面为止，安尼祈祷，主要所有名。Amen. That's it.